十位嘅大家好，見到維聰超又有新盤介紹。今次介紹呢個盤咧，佢宣傳口號一隻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究竟係有幾與眾不同咧？嗱，首先講講個location先。個 location 正正係呢個曼谷嘅蘇果 Week 區嘅頭端部分，仲近住 BTS 站添噃。其次咧就價錢嗰方面大概650,000匹左右啦。喂，咁講緊咁嘅價錢，蘇果 Week 區都 OK 喎。再者就係以前介紹啲樓盤，大多數都係樓花，今次呢個基本上係一個現成樓，好話唔好聽，今日 買咗3個月後就可以入住，有冇咁犀利啊？維聰，咁又可以睇下成棟起好晒咯。 話説呢個樓盤正正位於曼谷 BTS Lana 站嘅附近，由 BTS 站行去個樓盤咧，大概500米左右。附近咧，哇，都好多酒店嘅，大家可以諗下啦。如果個地點唔好，都唔會有咁多酒店喺度啦。 兼且附近仲有國際學校，於是乎一旦住喺呢度咧，仔女嘅教育絕對冇問題，亦都有5星醫院，無論頭暈、深夜至到呢個整容咧都冇問題，甚至乎有24小時營業嘅餐廳同埋超級市場，任何時間去買嘢都冇問題。至於搭 BTS 嘅話，一個站可以去到 Terminal 21，兩個站可以去到 Emporium 同 Encore， 而另一個方向搭一個站就可以去到 Central Embassy。 搭3個站就可以去到 Siam Paragon， 哇，真係相當方便啊！呢個樓盤嘅名字正是 Hi Soho Week 11，係咪好似所熟面咁咧？其實佢哋喺 Soho Week 13都有另一個樓盤啦，正是而家見到嘅呢一個啦。幾年前出現，而家幾乎已經賣晒啦，所以佢就推出 Soho Week 11另一個新樓盤。哇！以為蘇果 V13個 property 靚仔，點知11呢個仲靚仔，梗係啦，名師設計得獎，名師設計梗係靚仔嘅。大家睇下嗱，呢個 property 咧分咗兩部分咧，下邊呢個部分咧上面仲有個天台花園添，喺度跑步一樓啦。咁而呢一棟咧，咦望真下有 duplex 2層嘅噃，兼且上面仲有 infinity pool， 又有呢個健身室，樣樣都有。 咁嘅價錢650,000匹左右喺Soho Week 地帶，又應該幾合理，可以考慮下嘅。不如睇睇佢嘅 showroom 先嚟。Two bedroom 嘅示範單位睇睇，每個單位裏面咧都送你一個智能式嘅對講機，一撳，咦下面有人揾我，一刷我，梗係唔理佢啦嚇。咁跟住咧，呢啲 built-in 嘅傢俬、鞋櫃、雜物櫃送俾你，大型嘅雪櫃都送埋俾你噃。 而右邊見到呢個 open kitchen 咧，呢啲嘅爐具咧都送俾你。睇下個房先，嗱，其中一間房入到嚟咧，你會見到落地玻璃可以見到蘇果 V美麗嘅景色，不過梗係要睇下你係買咗邊一個嘅單位，第幾層啦，同埋望向邊個方向啦嚇。咁跟住見到呢度咧就係一個衣櫃啦，送埋俾你嘅。廁所浴室嘅設計大概如此，哇，仲有個 wing shower 添。 離開咗廁所浴室出到嚟咧，就係客廳飯廳嘅地帶啦。客廳飯廳前面咧有個露台係真正嘅露台，而唔係環保露台啊。咁值得留意嘅就係佢哋嘅落地玻璃睡房都係落地玻璃，美麗嘅景色進入眼簾啦。咁而喺個主人房嘅後面咧，就更加有 walk-in closet， 旁邊嘅衣櫃都係送埋俾你嘅。齋睇示範單位，似乎好似唔係好夠喉。唔緊要，聽埋佢哋嘅模擬片段。雖然真係模擬片段，但同真實嘅都相差不遠。 如果你有揸車嘅話咧，更加可以善用佢哋嘅電動泊車系統，將架車駛入去停車場，就自然個電腦同你搞掂。睇睇佢哋個 lobby 啊，光猛而又大方，梗係啦，名師設計噶嘛。外面仲有小型花園，設計獨特。呢個 High Soho Week 11咧，總共包括2座大廈，總共453個單位。 由 studio 啦、 one bedroom 啦、 two bedroom 啦、three bedroom 啦、duplex， 甚至乎 penthouse 都有。面積由27個 square meter 至到160個 square meter 都有喎。裏面所有嘅設計亦都係出自名師嘅手筆。睇完係咪覺得好吸引、好想投資呢？投資之前不妨聽我哋嘅講座，了解多啲、知多啲。 睇咗咁多嘅關於呢個 condo 嘅資料，你都好想知道嘅幕後搞手嘅。其實佢嘅幕後老闆正正係曼谷 The Westin 酒店啦、 Hyatt Regency 酒店啦、華欣 Sheraton 酒店啦、華欣布拉班酒店啦，同埋另一個 condo
嗨做过呢十三嘅同一个老板，有着咁丰富嘅经验同埋咁厚嘅 background， 所以都唔需要担心嘅，信得过。好，最后不妨又睇睇佢嘅地点所在，睇睇佢嘅地图啦。